重塑，重塑在点的过程中，由于太阳很大，有些阴影部分那是非常深的啊。点了，你看我们现在点的时候，先这个鼻上的水分它是很多的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先点的时候呢，先把它阴影部分多的地方先点了，点着点着鼻上的水分怎么样了，就少了。这里的山石泽代称特别多，本来我是开始想画那个先把树画出来然后再画山石，因为这个树干在它的前面，但是笔还没泡开，等泡一下我们先画上面。安排了一只横过来的，需要有些东西把它挡住。拖的话你会觉得怎么样来，很单薄，这么大一只就出了一只，那肯定还想办法在别的地方再出一下。我们先把这树根先画好，
再见。这个关都没过，大家看到我画的时候觉得很简单，主要是画的时候 要怎么样了，要是每一根线条要显得很有精神。这个是取决于什么？取决于我的这个笔一定是要有锋的，如果笔没锋的话，那你这个肯定就不行。画家业主要还是处理它的这个，还是后期的处理，要让这个树显得非常有精神，而且有厚度。像这种需要后期的处理它。这个是很自然的，这种树是挡着这个什么呀，山石的前面，很茂密。当然一会儿如果是再用淡墨啊，再把有些地方再稍微染一下，它会显得更加的丰富，更加的厚重。
近这个竖的地方，我们要用这个墨蹭出来，这个地方基本上不要它留空隙，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为了把这个竖啊更好的把它蹭出来。好，然后再点，因为点之笔它不可能是正好点到它这个出来，但是我们这蹭一下以后呢，再点它就好办了，好办了。上面还有一颗，也是这样子的，我们 在点的时候呢，下面基本上不让它留亮了，来这么一点，马上把两个竖就蹭出来了。好，然后点着点着，那我就是一块非常深的墨，这个形状呢要注意，因为我不管它的话，那就这么一条线下来，是吧？然后我把这里加一颗，这个两边的山石有多深，水中的石头呢叫多深。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一定要注意什么，就注意不要把它画得太光，两边要毛一点，因为它这边是水，这边也是水。
块你留的稍微粗一点，这里面呢一会儿就要精细一点，一会儿我拿着小笔在里面有些细小的地方，再有变化的地方再把它精细一下，它就会感觉这个瀑布非常精细。不要把它画成一块石墨，最终染色的时候都是把它就染进去了。很明显，
你这股水它是先从这里冲过来，底风一定要抖动，加一点点水，它会淡一点。
我现在画这个瀑布呢，可能大家，基本上感觉是看出来了，但是呢，还不太明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还没烘染。到时候一烘染以后，把这些亮点啊，这些把它一压下来以后，马上水就会非常亮。好，然后再把水的层次再染一下。撑都可以撑出来，把这个是个平面，是吧？啊，下面是山崖的这一面，陡峭的这一面，但总是在这个平面或这个面的时候衔接的不太好，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注意，就这条线，连我在画的时候哈，不要把它画的怎么样了，太直了，要把它画的。线条基本上让它凹凸不平，这样子便于我们接下面的线条。像画这种山石，线条一定要有什么？要有质感。这些都这样子的，要毛一点。特别是拖这个线下面这个线条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什么问题？
一定要注意行鼻不要太快。行鼻不要太快，让他这种三十上面呢，也要注意什么问题呢？就注意不要光突然就是光光的，你看这样子一下子，他就可以把它给很好的给过渡了。当然一会儿还需要用弹幕啊，需要这些细染去烘染它。仔细看看这个，它这个三十，很多线条，所以说你看它是揉出来的，然后是我们折带。这外边这个呢，不是光光的直接下来的。线条要有劲儿，然后怎么样了？然后这个三十里面要有撑法，不要太光。前面的石头和后面的石头呢，这个是要线条上哈，要有点变化。像这个线条，我都是把它画得很粗的。就这些大面积的黑，该压的就压。
这金字石花，它在画的过程中，你看要细，它很细，要粗。为了让这个就说是整个画面它显得更加的亮丽，我们这里不一定留太多的亮。整个这边这个画呀，我都是把它用墨，明显比那边的 要怎么样，要厚很多，而且块面要大很多。这块山石在这种形式的山石在太阳山也是很多，它这边弯过来那边弯过去，两边都能看到它的一个这边弯过来，这边多一点，这边细一点。比较大的一个树，
候呢，这个数是由里面逐步往外扩的。这个树先画了以后，后来到时候在后面再画，稍微画一点小的松树，大的松树。点这个的时候呢，一定是要怎么样呢？就是要点出它的那种精神味儿。精神出来，该秘密。哎呀，该秘的时候把它点得很密，但是呢，虽然要密不透风，但是它还要透气。也得把有些多余的、觉得或者不漂亮的这个树枝，哎呀，藏起来了，留下来的空啊，都是自己觉得还漂亮的。
以前有过的我就不一定，像昨天那种画上构图，其实昨天那种画画的好，但是构图是我以前画过的，那我就不一定上了。标题是曾刚最新技法丛书。是最新的。出画册，特别是像我已经出了十几本画册了。
今天主要是这一块是小树，其实大树的一些点子比如果点的大的话很快就可以点完，但小树的话呢是很慢的，而且在画的过程中也是要特别小心。所以有些学员我们在画的时候他很粗糙，这画面上啊不够精细，所以我们在今天你们看我完成这段画，应该说这段画现在看起来就说是要完成的话，按照我的想法来说应该说是还可以，整个现在大的构图也出来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慢慢先把这个从这里画也行，先把这块最主要的山石先把它画出来，先把画出来以后，然后上面才好有建筑啊有树啊这些。这块山石呢在我们这个里面呢它算是比较重要的啊，所以说我们这个在画的时候呢可以把它画的稍微细一点，而且颜色的成分可以多一点。眼下的看这里面基本上是墨。由于这里面也是用了很多的颜色，所以我们这个你看这个笔上行笔非常慢，它也不会化开。很多山石都是什么？就是马牙蛏、虎皮蛏。你看有些是利用局部的笔毫来画，线条与线条之间有时候它不一定非要衔接，但是它要形段一连。侧锋上去像这种画法的话哈，就是它用一定要保证什么呢，纸要是平的。那我们这种它昨天画了以后今天又再画，它这里是被水打湿了，这里被水打湿了，它会互相怎么样呢，会拱起来。好，有时候我们靠我们局部的笔好，就是它其实是要靠一个非常平整度的一个画面，一个纸面，它的才能出现这种效果。特别是这种细小的，那纸一定要求是什么，要平。
虽然这是衔接，当然这个地方大家看还很白，但是到时最终这个地方是要怎么样呢？肯定是要把它压下去，因为我们这里是瀑布，那你瀑布两边的山石肯定是要通过怎么样把它给压了，但一会儿这里肯定是用不是用这个色调，用墨来压，一方面它可以把这个瀑布衬出来，第二方面呢，它可以就说是把这个山石让它鼓出来，这个是。像这些它上面可以把它画的稍微深一点，好，你看哈，这个一加了以后这瀑布就很亮了啊，但是就说还加树啊，还加这些东西，
好这么以后，笔尖蘸点水，你可以根据情况一笔这么一拉，拉了这一笔以后肯定要注意，就说这个和这个呢它是脱节的，那马上将就这个笔把它怎么办衔接一下，你看一下子就衔接好了。就说在画这个时候呢，一定是要注意，就是要做到用笔一定要准，它这一笔拉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拉的过程中一下歪过去，把这块山石给弄进去啊，就不好了哈。这边也是，要让他们很完整的，这个就说是这个山石很完整，不要让它分界，像这种上面可以让它很清晰的，哎，哪个块面就是哪个块面。没问题，但下面呢就像这个地方就不要它这么清楚了，对，这么一收。这种我经常给大家说的就是要注意要学会收笔，这么一收以后整个山石啊整个这些它就融为一体了。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，就是我们在烘匀的时候这些它就可以很好的就把它衔接起来了。如果你不收的话，让这些线条这样暴露在这个纸面在纸上，那你烘匀的时候不管你匀再深再怎么样，这些都怎么样来都是这样子张牙舞爪的在这里，那就不好看。所以你看要这样注意哈。然后我现在这一步呢其实就是在为我们下一步烘匀做准备。那你要考虑的就是匀的形状，就是我们在画这一下的时候就要考虑到云的形状了。你比方说啊，我这里这一块比较深，那肯定这个形状不好看，要想办法。正好需要这些地方需要再稍微加深，我们说昨天说的就这一块其实下了以后哈，它只是把这个一面露出来，其实后面还有一层一层往后推的一些东西。现在今天就把它都画出来，就换只小笔。墨呢，基本上就调成，就开始那种。就这种颜色的墨，就是墨加一点三绿。你觉得水分还多的，可以在这上面走一下。感觉来，你边点，有些地方该深深，有些地方该浅浅，它这样子。
一点挡吧，就稍微挡一下。像有些小的石头，好，我们就要通过一些什么呢，树啊这些把它收起来，你会感觉到透过树又能看到这些石头，又能看到瀑布，但这一块呢，哎，它又丰富了，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完全暴露在我们这个眼前的。中国画呢是需要说就是藏，不管是各种东西，你比如说我们走路一条路，哎，它你不要全部暴露，房子不要全部暴露。现在在没画的时候，你还看不出它的一个立体感。我把它一画了以后，你会感觉到这个地方。一般画到这里亮一下，这个水冲下来，因为它不管是再高的水还是再那个啥，只要它有落差的话，那它肯定就有什么叫产生浪花啊、不管是大小，这一块肯定是要产生浪花。好，产生浪花以后，它至少这里就衔接好了，是吧？他们这个衔接好了，就靠这个。既然我们这说是，哎，它是不是重要的，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呢，基本上以侧锋，有点感觉就可以了。
树，在我们这个点的时候呢，就我就说，虽然这个笔很大，但是在点的时候，由于我用笔很轻，它也可以比如说点出很小的数都能点得出来。不过在点的过程中，你要根据你随时要调动调动这个笔，因为不是说每一个风都是好用的。我点两笔以后我觉得不好用，我转一下嘛，就不要强行的去点它，哎，最终找到一个自己觉得，哎，这个风好用。它笔也有脾气的，它有时候它发脾气，它不要你画好，你要去是驾驭它。如果你觉得笔上的水分少了，那你可以怎么办呢？你可以，哎，停一下。后面点，我边点边蘸水，也就是说是越往后面呢它会怎么样呢？越浅，对，明显就淡了。这个点到后面的时候，它相当于就是一座山一样的，就当是虚上去了。有些地方深，有些地方浅，它能够点出那种树丛的那种感觉出来。是一棵树，然后你就在这里面去找它有丛树的感觉。你要找到以后，它不一定非要是好像怎么样，你根据情况。当然这种情况千万要注意，你比方说要找的话，有可能是找成一排，是吧？那就是有些该大的地方你可以让它大一点，有些小的你可以让它小一点。
啊，对吧？这里明显这里是断开的，那我可以，无所谓了，都可以的。树丛 它的朝向也是要注意，上面给它一蹭，其实这些都很简单。先把它的犄角先造好，好，然后这线条。一定画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？要有变化，不要画的直直的。稍微擦一下，
个属于是，那就是画面上来，那属于是比较细的。这是后面一组，我来顺着你再写。的时候呢，不一定非要受它的影响哈，好像每一个局部都要完全是照着它画，那就很麻烦了。你就只有干什么呢？就是说，把它的那个特点把它表现出来，这就可以了。它这里我仔细看了，它这个顶啊，它是一个月亮形，有没有讲究啊？啊，不知道哈。那我不喜欢那个形状，我还是画成尖形的。这个地方就几根柱子，它是几根水泥柱把它撑起来的。下面这些都把它加深，
画房子，我们在画的时候，线条这些，每一笔这些要送到位。就不要全部，我说房子也需要长嘛，就不要全部把它画出来了。行的话，你会感觉到边缘，你看像这些边缘，它都不好看。把鼻上的水分，画的越画越少的时候，这时候才来整形。
这些细小的动作特别重要。宽一点，这边留窄一点，那就不好看哈。可以再加些树啊，这些，现在只是加了一层树，这里还需要再加层次，以后后面才可以再加树，就是再加两层就行，这样子你会感觉到这里更丰富。今天中午要是吃饭你可以去看，它后面非常复杂，树丛非常多，但我们都已经是精简好多了，就是挑什么挑有用的来画。
正好利用这个山石的颜色，把这个怎么样呢？把这个树蹭一下。也是一样的，行笔不要太快，要稳。
得画那个就说是这里有座山，它直接到顶了。然后呢，直接画下来了，我觉得这里把那个树会压得很低，会有点压迫感的感觉。但是我就再点一点以后，然后在这个树往上接上去的那种感觉。要注意，今天我看到有新学员哈，他们画的画，那山石都是一根一根的线条堆起来的，没有节奏感，也没有层次，也没把山石的块面分出来。我们画山石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，要把那个山石的块面十分三面的感觉把它画出来。在纸上转动的感觉，然后局部的笔毫接触到画面的感觉，就以占比法，你看这个笔，这个站着的，它这样子很自然的就好开始那个了，就把它衔接过去了。都已经画完了，画完以后呢，然后还有这个项目上面还有好多个小树，还有房子，还有桥，这些这个画的时候就要靠这点东西把它的层次把它画出来。这个层次通过这个说树一层两层，后面大的树三层，再到这边四层，这边还后面还有，通过这个层次一层一层把它推远。这个今天下午任务还是比较重。我们现在呢，首先第一个，在画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它本身这个色调。要跟四周的这个色调要协调。
然后那天我专门就说，你比方说我这里画了一棵树、两棵树、三棵树，就一定要注意什么样呢？不要把它画成一排。那这三棵树都有大小变化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就是我在画了以后，我一定要注意的树的一个大小比例问题。像我会在这地方，在这个树的上顶上，你看，这个再画一棵树，这一树一画以后，这几个树它就变化了。然后一会儿还有这里的，还有这里的树，它这样子一重，好，然后这里呼应一下，有高有低，有大有小。先把这个后面这个树先把它画出来，你看这里画了以后，这些树它就明显就怎么样了，它就凸出来了。这个树的时候，主要的枝干特别讲究的就是它的角度。画了以后，然后大家看这个是不是还觉得太单薄了，怎么办呢？从这里再出一颗，它就感觉上哇，这个是从这里出来的，这里出了一只上去，但由于下面有树把它挡住了，那这个高度就不要有这么高了，这个高度不要跟它一样高，稍微低一点，稍微低一点。利用这些，要把这个树把它蹭一下。
发出这个笔锋是圆的是扁的？扁的，基本上都扁一点，好吧？我们把这里画了以后呢，整个来说，哎，这几棵树基本上就怎么样了，凸出来了。凸出来以后，然后就把这个松树画出来。画出来以后，这后面还有一棵什么淡的树，我就说开始说嘛，一层、两层、三层，最后到这里四层，最后一直往后推。这个树杆是什么色？点的时候注意这个形状，不要点的太单薄了，先可以大概的感觉把点出来，然后最后来调整它。时候一定要注意，你这些树枝要把它全部收到那个点叶子里去，不要让它在那这样子太清晰的露在外面。啊，这个时候就开始，哎，有些树形这些稍微的看看。这个形状很关键，你看现在这个形状好看吗？就没有把这个松树，没有把这个后面的树衬出来，因为我是先把大的感觉先弄出来以后，然后再弄这个小的。这样你看，这形状就出来了。出来以后，你先蘸点水，
小树呢就直接就用这个小鼻来点，也是打扁了，它一样的可以点出这个松树的感觉出来。这么一画，它正好把开始那个阴影部分呢，就是挡一挡，它就到前面来了，是吧？然后这些到后面去了，很自然就把它给把它给挡住了。也需要稍微加一点东西，因为这几块我们要想办法，不要它太清晰的露在外面。那很简单，其实就是呢加几棵树，到时候加点颜色呀，它这个画了以后，到时候这个树就不要像这些树样子还这么密不透风，它就是镂空的，你透过它你又看到后面有什么，有瀑布在后面，但是呢它前面有东西挡住，这个就必须是要用非常深的墨，你胶墨画都行。好，这个画好以后直接用胶墨点个点子，点子 也是注意不要点的太多，稍微有几点就够了。根据需要，你看这个树枝本来在这里，我点这么远也无所谓。有点就说是过之为证的，现在呢因为这个树的存在，后面的这个石头照样在，水照样在，但是它前面都是一棵树。
明显就比开始的这些要小很多。一层一层往后推的话，就要注意什么呢？就说是这个树啊，也是一点一点的往后面小。这边稍微挡一下，第一个呢，这个桥你看现在在画面上的位置确实是都不大，但是呢会感觉这个桥很大是怎么样呢？因为它这个房子才这么小，桥都这么大，所以说就是稍微挡它一挡。栏杆。这样子就挡开，挡开一半。这个桥可以用石头给垒起来，简单，直接就稍微画一点。擦一下，如果我从这边看过去，那这边能看到一些东西。但是看过去以后，到这里就看不到下面了，消失了。好，但是看得到这边这个桥的下部一点点。其实这个画的是很简单的桥，因为它太远，稍微染一下。桥好了，桥好以后，房子，这个远处这个房子呢，比较简单。
皮擦干一下，稍微撑擦一下里面，这房子也不要太复杂。前面这几个说来比它深，所以我这后面这个就把它感觉后面还有一层树。那这个就很小了。那个颜色，这里每天晚上、每天早上都能看到什么？金山，是不是？
先大的感觉先来一点，到轰鸣的时候它上下要呼应，说这边呼应它一下。这个山我想把它移到这边来一点啊，稍微移开一点，不要在正中，因为正好这个桥这里。写生的时候看，这里有好多的线条，但是都比较平均，所以我就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呢，注意一下梳理关系。
有一点点倒霉的感觉。吃得完吗？推到最后。基本上就说是大的感觉哈，就说是末稿就完成了。就这种话呢，我们现在哈，就说了，昨天在写生的时候就说以瀑布为主，以瀑布为主，然后呢，远山的话就是稍微带一下，但是呢，就整个就说那个气势哈，是以瀑布这一块为气势，没往上画。现在大的感觉呢，就是首先第一个哈，让它很明快，这种话的这个整个调子啊，这些很明快，而且染完色以后，我相信应该是更瀑布啊这些啊会更加完整，更加整洁一点，啊，该亮的就亮出来了。其实你看每次在染的时候，像这些颜色哈，都不一定要把它丢了，但是呢也太多了也不好，因为这里面开始用了好多粉质颜料。多余的颜色可以挂到哪里？挂到这边来，留一点。第一个，这不是柠檬黄，这是藤黄。加藤黄的意思就是说是，你比方说太青蓝加胭脂这两种颜色哈，它会非常的这个像蓝色多一点，它就非常蓝。加黄色以后呢，它会让它柔和一点。我们先就是染这些松树，这个松树呢。一定是要怎么样，就说是第一层染要把它染成那种就用点染的形式，一定要透气，一下以后你会感觉这个松树比开始更加的怎么样呢，更加厚重了。一会儿包括一会儿就是说干染的时候，我还调点更淡一点的颜色，把这个环境色呀再染一下。好，然后这个比较深的颜色我们可以染到哪里呢，就是你为了让这个画面让它该深的更深，然后该亮的就会该怎么就怎么样了，就更亮。那这些地方，
但是我们染的时候也只是染什么地方呢？就染最深的地方。染最深的地方，这边染了，这边这个时候，这个太青蓝的颜色还是太强，我们再加点胭脂藤花。你看藤花一加以后，马上就感觉什么，就稍微柔和点。这个时候呢，因为你要染三十，最好就不要去加那个三绿，因为三绿是粉质颜料，一加的话就容易使这个画面显得怎么样，灰。说好多学员他一染色，就是我们染色呢一定要做到一个什么，色不爱墨，就是颜色不管我们怎么染，不管怎么那个，一定不要爱墨，随便我怎么染，这些墨色都是非常清晰的露在外面的。一个是把这个这里面石头加得更深，加得更深的目的就是让它水更亮。说了，我们在染色的时候，不管怎么染，不管怎么那个，一定要注意什么呢？就是该亮的地方，千万不要把它染了。
开始问我，哎，这里是不是该加的东西，那里是不是该加东西，你这样的话要加的地方那还多了，你比如说瀑布那里啊，这个山石上面啊，但是呢基本上就能说明问题了，我这边画已经画了好多了，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是很聪明的，举一反三一下就都知道，因为我们肯定是要考虑这么大段话，我这么短时间完成了，是已经是亮的地方，就透气的地方，一定要透气。染法跟昨天那个是一样的，先染一层，总共分四层。边缘一般来说，我是会把它给染的，基本上不亮，让它整个把它收起来，光亮留到画中心去。好，这是第一层。如果第一层画完以后盘子里还有颜色，那将就染到别的地方去。然后呢，把盘子颜色用光以后，也没用光哈，留了一点，我就说了那个老窖在里面。染第二层，第二层的话，这个颜色就是加一笔水，你看盘子里还有点东西是吧？加一点水。山绿、太青蓝、
注意，要过渡。你开始染了第一层，我在染第二层的时候，它们的衔接的地方不要看得太清楚，基本上就是感觉到由深逐步到怎么样来，逐步到亮，这么一个过程。也是要注意，它虽然很亮，它虽然很那个加了白色，但是一定要厚，但是厚了而不盖墨。一点一点的点染进去，要把你调个颜色，要把它给点到这个树叶里去。这个色染的时候要注意边缘，厚重了，我们再染一层。一会儿还要用淡一点颜色，再把它照一下。好，这个画了以后，在这个基础上加一点点胭脂，
在下面再走一下。嗯，把树干把它撑出来。一直在画变化，一直在考虑，考虑什么呢？就是考虑上面几棵树该怎么加色。他有时候哈，他这个比方像这种哈，不是说是想好了怎么样，因为这棵色颜色出来以后，你再去分析下面一个颜色该怎么办。要比调笔带的把这个边缘照一下，应该是房子那边，那边有一大组都要比较亮，就是我昨天说的那边画了，今天早上画的那一丛那个小的树，让它都亮一点。正好利用盘里有颜色，这么染的时候哈，基本上就是以平染的形式。像这一丛树，你看这么一染出来以后，它这里是一个过渡，好，一会儿再用些颜色再把它过渡下去。
化了以后，有些那个小树稍微过渡一下，就在这个基础上加一点山绿。很好的，就把它衔接过来了。颜色要在不断的变化当中了。它这里亮足不足够了，在后面又深。它比较偏红，我这个就稍微偏黄一点。再偏黄一点，把这几个树染了，哎，先染了以后哈，你会觉得这两棵树它是比较密、比较紧，然后这棵树呢，它离得远一点。把这些树都染完以后，你会感觉这个水怎么样了？更亮了，因为四周本来开始这些都是亮的，是吧？哎，通过把四周的金亮全部压下去以后，亮就集中到这里来了。集中这里来以后，然后顶上这滩水。
我们可以考虑一下。看起来三绿藤黄，这段水它相当于是一个静止的水，然后突然一下子往下流下来。因为现在这段水亮的话，你这些小溪的流水啊看出来不亮。好，然后我把这个水把它化深了以后呢，很快它自动它就会亮起来。变化，然后就蘸一点点那个白色，水分多一点，这一加了以后，那个水就基本上就怎么样了，就出来了。出来以后，然后再用淡一点的，用淡一点的颜色，还是这个颜色，稍微加点水淡一点的，前面过一下，对，你会感觉到它这前面稍微有点浅。基本上这个树基本上染好了，然后把瀑布那边稍微染一下，染一下以后还树改房子。我们把瀑布那边稍微染一下，相信这个颜色加点胭脂，它就会深，就会很深。好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加点藤黄，看一看，加点
好、啊，可以了。染的时候哈，不管我怎么染怎么弄，这画面该亮的地方我一定是怎么样，动都别去动它啊，这样子就保证了整个画面的一个，你不要去染本来这里该亮的几个早一点很深的颜色全部该染了，那肯定不行的。房子这些哈，我现在都很少去单独染房子，像特别是这种大画，有时候就是统一的把它染一下。怎么样统一的染呢？比如说这附近这些颜色都是比较亮的颜色，那我就加点很干净的，叫藤黄、竹标，统一的把它稍微染一下，水分很多。勾染的形式，就这个地方，哎，就是要用它们稍微过渡一下。
正好把这个白把它去掉。好，因为开始这里很白，然后这个瀑布这里也是白的，两个白的一起了，所以怎么就办呢？就把它去掉以后，正好瀑布衬出来。做了个三十，直接就是这个红的颜色。下面呢，再稍微有点冷色调，把它过渡一下。可以打湿以后哈，整个看这个效果还是出来了，出来了。现在就是看这个烘匀了。这个只要上面的云把它烘出来，跟它上下，其实烘匀起了个什么作用？它就起了一个衔接作用。你比如说上面的山跟这个下面这个环境色怎么样把它衔接好，一旦衔接好，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哈。首先第一个上面颜色我们要把它调得比较亮丽，鼠标、藤黄、胭脂、山绿，这是四种基本色调。但是现在就算你调成你想要的颜色都还不够，因为它还怎么样呢？还不够厚重。就我们这里就说调色哈，要调到你认为非常厚，但是它还比较不深。因为最天上嘛，它是最亮的，它不能太深。我们就慢慢再加点，可以适当。适当加点白色。然后这么一压，这个笔根还是不是很红了？说笔根的红色还没把它弄出来完，一定要把笔根的颜色把它完全给压出来，要不的话，你认为好像完了，一画就红得不得了。好，基本上就可以了，可以以后就充分的把你调的颜色。要揉到笔根去，
开始画的这些，有些阴影部分啊，这些都要把它给。将你这个颜色这边到这里一二三，我觉得不太舒服，你可以再来一层，小一点的，让它有点变化。因为这种画给上面留的空间留的非常小啊，所以说我们这里呢差不多稍微染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里染到这里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上下的颜色要呼应。在这个基础上加一点这个太青蓝，光加太青蓝还不行，我们加点藤黄。好，你调好以后把你调的颜色看一下差不多，把你调的颜色给揉到笔根以后刮干。这个颜色跟下面的颜色是什么样？接近。这房子呢我倒是看，我一直没有下决心染它是染什么颜色，有可能完了以后稍微加一点点朱标色，不要太红的。
这一块差不多就已经连起来了，连起来一会儿还有天，还有铜盏。云呢不一定把它烘的是非常非常就说是清楚，因为主要要表现的也不是云，淡淡的很香就可以了。下面这里
这个云呢，也是要注意的哈，就说是一定要把它整个云气往上蒸腾那种感觉。还有稍微的学员在画这个云的时候，一看到这个树在这里挡着云了，就怎么办呢？算了，让路吧，围着这个树绕一圈，
千万别这样子，这云它就从它这里穿过去，别人一样的也能看到，哦，云是从怎么样从后面穿过去的，就不要去让它啊，这个是要注意的啊。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块面的分割。然后这一块云就把它画的是留的最大的，不要把那个云啊都留的是差不多大小，块面这些，然后这里团这么大，那里团那么大，那边又团这么大，那就不好看了。非常像那边这么细，虚下来就是了。原来还放这么大，缩小，缩小一点，大家看得到这个云的走势。你放那么大以后，只看一个环，其实就看我的那个手在这里刷一样的。这里这一点就像是一小团云气，似有似无的。就是我的瀑布，不管怎么去染它，怎么去弄它，我该亮的地方我一定是怎么样来留着，不要去哦，拿染着染着把上面就染了。我染都是染什么地方？染靠近石头的地方，或者靠近这个瀑布下部的地方。把这个染好以后，然后我们将就这个颜色和下面这一站把它染完以后叫重染呢，一般来说从上面开始染。不，红色嘛，就是标色。
好以后，在这个基础上，都不变颜色，直接蘸点藤黄。深一点，要不然画的深一点。包括这边，这个，你在中间我们就很难摆，我画这边是全部被挡住，直到这边的话。
那大家肯定很多学员都说我点子笔啊这些很有特点，点子笔是我这里面是最有特点的一支笔，它能点出各种形式的点法。近年来呢，我把这个三支点子笔连在一起，连在一起以后，它一个是这样子解决了一个画大画点子笔小的一个问题，然后呢，它通过这个点子笔把它卷起来以后啊，它可以点出各种不同的点法，而且也不需要再制作什么了，只要缠上以后，它基本上就可以马上能点出很好的点子。这是小笔，这是小完毫，大家看到它很小，其实它作用非常大。你看我画车里啊，一个是提款可以用它，第二个画房屋，画一些小的桥梁鸟类，包括一些点景的人物啊，还有一些就说是小树，这支笔都派上很大的用场啊，这是也是很重要的一支笔。